这《婆罗蜜多心经》，观自在菩萨行心发这《婆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，亦受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无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脑数，亦无脑数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地亦无地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以发这婆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三世诸佛，以发这婆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发这婆罗蜜多是大心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顶顶咒，令度一切苦，尽失不复。故说发这婆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婆罗揭谛，婆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摩诃发这婆罗蜜多，摩诃发这婆罗蜜多，摩诃发这婆罗蜜多。